最近听说我的两个好兄弟住进了医院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是我的心里真的很忐忑。还有狗狗，它叫李建国，爱已不在，我不该放手爱，我爱已不在，我怎么会放不开？还好今天来到了央视。央视的中国文艺，中国文艺，中国文艺，有了它就不再忐忑。爱哦爱，爱哦爱，JianCi Yaoyao Li Jianguo，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。哦爱。Bye-bye.